不给糖就捣蛋，各式各样的小鬼成群结队到企业办公室要糖果，没想到出来给糖果的员工竟然是更可怕的大鬼。西洋万圣节到了，各地都有许多应景的变装活动。一家科技业者为了加深社区互动，同时提升办公室的士气，特别举办变装 party。员工不仅精心打扮响应，还特别布置了一间鬼屋，与小朋友一起扮鬼童乐。很好玩，还有很多糖果。希望可以让我的学生有一个不一样的 Halloween， 也让他们过了一个更快乐的那个万圣节。我们只要员工呢打扮成符合万圣节的样子，那我们就请他吃一份恶鬼下午茶。小鬼捣蛋拿到巧克力，大鬼捣蛋就能获得下午茶。透过变装派对的欢笑声，让平时上班气氛严肃的科技业顿时变得轻松许多。但因为这些大小鬼怪装扮真的很恐怖，如果没有心理准备，乍看之下还是会被吓一大跳。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郭子铭采访报道。